你就只答了个李荣浩。刚才你们得分是-11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按顺序吧，到中间这一组，好吧？好。来，请看题。来，从周深开始。等一下，3、2、1，郭冬临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光头三。3、2、1，光头强。3、2、1，光头三。3、2、1，杰森斯坦森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巨石强森。巨石强森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徐峥。3、2、1，葛优。3、2、1，包贝尔。3、2、1，包贝尔。到了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想出一个包贝尔啊？海哥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还真行，这个可以。好，刚才这一组得分是-9分。哦，还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几队不会比的谁负分更少吧？你知道这是你一个人的战斗哈？真的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应该是你一个人的战斗了。我觉得应该有你强项，得至少让我们军艺发挥一下嘛。军艺，军艺啥意思呢？极客军艺啊。我以为你说是学校呢。我以为我找着校友了呢。一般人家都只举极客，突然叫军艺会愣一下。军艺就是军艺。俊逸啊，俊逸，俊逸，可以，俊逸。你是哪里的口音？北京的。好，来，那你们三位准备了啊，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等会儿，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好难。好，从小童先开始。小童，等会儿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啊，那儿不是活着一个吗？小童，那个等会儿来。不，来，小童，答案在你面前。啊，来，3、2、1，白鹿。3、2、1，白鹿。3、2、1，成龙。3、2、1。成龙。3、2、1，成龙。3、2、1，白鹿。3、2、1，成龙。3、2、1，白鹿。3、2、1，白鹿。3、2、1，成龙。3、2、1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成龙。投降了，外面全是警察。3、2、1，成龙。3、2、1，龙傲天。3、2、1。白鹿。白鹿。玛丽。李小龙、哦、姓马就行了。马东。马伯骞。马伯骞。哎 The Fantasy Game。 不是一下就给蒙住了你知道吗？没有想到姓马的那老往名上想。马天宇。对。陆虎。哎呀 ，my friend， 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我录了，好好录，来吧啊！郭虎，我的导演，想咱的了啊！来，过去了啊！来，白鹿永远做别人卷子特别厉害。来，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笑我们的题？好，请看题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这个我知道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很多。大奥特曼、小奥特曼。有很多。不，可多了。有巨多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可多了。很多。有很多，非常多。
有很多，有非常多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完了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子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兄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。本曼。奥特曼之妹。三二一，赛文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好，题目到。真是有奥特曼之父、奥特曼之母，有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都有。奥特曼之子应该可以吧？没有这个。你看，我们小时候的奥特曼是没有名字的，现在你这个岁数的奥特曼有名字了，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名字。以前我们就是奥特曼，对。后来有一个 Seven 的，挺多的，真的有好多，佐菲奥特曼、初代奥特曼。杰克奥特曼、艾斯奥特曼，还有奥特之王。那奥特曼之兄行不行呢？他哥哥呀。你们还是负十一分，又负十一，还负十一，跟负十一干上了。你们这个题有人得过正分吗？好了，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好，准备，三二一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春天里。三二一，双截棍。三二一，灯火里的中国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黄河。三二一，功夫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花开忘忧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青藏高原。三二一，要一大家一起来吧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证明你上过两次春晚。对，只记得自己那两首歌。哇，他们答对了好多啊！你们，关键他就自己就说对了两。他们这次不会是正分吧？不一定，不会不会，我们答错了几次。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有一分了，太厉害了，有一分了，可以，哎呦，牛死了，天哪！关键我一路上都是难忘今宵，还能得一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又轮到晨哥你们这一组啊。春节晚会小品的名字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这简单了。哎呀，这送分题，一个系列只能算一个啊。好，来准备。这个要说错不太合适吧？三二一，奔跑吧兄弟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乐队，闪光的乐队。三二一，天赐声音。三二一，手艺人大赛。三二一。我们三手艺人大赛，一追星星的人。那你去招商会了是不是？三二一，天赐的声音。三二一，这哎天赐说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，热冰雪正当然。咋还能考虑呢？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四。三二一，跑男来了。好了，来，好，题目到，我们能不能得两分？三分。哇！跟我猜没啥事儿。其实浙江卫视出品过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，《奔跑吧》其实有黄河篇和共同富裕篇，《王牌对王牌》好多季，《天赐的声音》《中国好声音》《嗨放派》《我就是演员》《中国梦想秀》《爸爸回来了》《我爱记歌词》。我爱记歌词，那只有我记知道了。
而现在呢，我们大家还可以上浙江卫视的互联网新平台 Z 世界收看正在热播和回顾以往的经典节目。新平台 Z 世界已于4月18日正式上线，现在我们的手艺人大会理发师季的后续也正在热播，请大家关注。好，Z 世界，哎呀，这个小无缝爬进来的，这个很漂亮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恭喜周深、凯哥、一山和雨琦，你们这一组胜出。Jump jump， 每队成员依次跳跃到圆台上面，圆台上站的成员越多，得分越高。每一队都有三次。每一次是6位成员出战，上上去一个人得1分。如果6个人都同时站到了台地上，坚持5秒钟可以得8分。哇，好玩！又来这种啊！这次跟那个游戏的区别就是有绳跟没有绳呗。就是跳上去，哪个队站的人多，谁就赢了。谁先来啊？我们让蓝队先来。好。他们瘦可以，我们沙哥一个人站在台子上就已经没地儿站了。哎，挺远的呀。这个要带吗？最好带上吧。来，啊。我可以试一次吗？可以啊。我没试过，我试一次。你在游泳吗？好，接下来下一组进行挑战。没有。此次 Intuan 得分0分。第一组出战的6位成员，请大家准备。来一个战斗力强一点的，加元、桑塔、米卡。战斗。但是这几个要加一个很瘦的，小雨得是。我。所以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大一点。那我。然后瘦。我。那来吧。来了。来。那来吧，来了，来，好厉害，来，来，看一下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好，可以，然后放松，然后来什么，给。稳住，稳住！那这对方怎么那么简单啊？去这边一点，这边一点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先冷静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逗你笑。OK。OK。可以。我撤走，不会，什么不会？不会打，打开一点，我们打开一点，不用那么近的，这是进步，打开一点，不行，他们这个组合呀，一着急，八门语言都出来了，我也感觉都听不明白，看一下，给刘宇留个扣，刘宇不知道踩哪儿啊。不会那就是5分，对，刚才我们算5个人，所以有5分。好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超厉害，超厉害。我们来。那老沙，你第一个，我不一定能捧得上去，你上去能扶我一把。快点，快。有吹毽子啊！我说了让你第一个上，大哥你要第一个上，没录上啊，这不算。没有，还是得有人拉他一把，我觉得。哎，我去。哇！夏哥，你上完你俩。俩人还拉你俩拉我，一个人还拉不住你、啊。你俩拉我。对，俩人。可以。这个。来，我上。
你俩拉着我啊！我我我！谁吐了？我一脸吐了！哈哈得分两分，谁能弄得了沙哥呀？这样，我们把沙哥派到他们队去，换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卧底，卧底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换一下。行，那我上任了。好，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轮到Into One的成员出战吧。我走了，咱们出战了。走。好，沙溢老师跟我们一队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我要来，我要来，我先来，我抱住沙溢老师。对，你先来。好好好，嘉玲你先上。Into Run， 加油。稳稳的，幸福。来这儿啊。沙哥来了。嘉玲往前，力量。怎么你一去那儿就？沙哥，你刚才给我们演的吧？你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就该在偶像团体里待着。我要抱你们俩啊 ！OK， 我来吧。小跳不用跳太大力，很近其实。周探宇，你是不是都不用蹦啊？跨不过去，跨不过去。别听他们的，快点，柯宇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还有俩呢，还有俩呢。不行了，失败了。啊！所以刚刚三分，对，三分。啊！哎，是我们的三分还是？我们的三分，我们的三。可以了，已经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他们现在五个人不行啊？那你再回去呗。我又回去了，我不愿跟他们。咱们这颜值多匹配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挑一个人啊？挑你颜值最高那个，年龄最高那个。那我最累了，两边不挑。这还有点软这一块。哎哎哎！哇！好、好轻巧啊！喂，不行，得给我腾一地儿，这我实在没地儿。这不没地儿下脚了吗？等一下，凯哥，你要等什么？你等下一个天亮吗？你等我调整一下，我要调整一下。你要调整什么，凯哥？调整倒是调啊！你们四个在，要往哪儿调整？因为我们的脸太近了。我从没跟几个男人这么近距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对不起，进来。往哪儿进啊，哥？踩呀，找个地儿踩呀。我要往里点，别踩我脚。喂，凯哥，你得开一口，你得开一口。来来来，我撤一点，行吗？有没有口？有口。你别扒拉我，这边要倒，这边要倒。上。不行，别动别动，你俩别动啊！你找找找找找，我说你别打我！完了，这个寓意非常不好啊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啊啊啊！三四五。我可以放弃吗？调整一下，哇，这边太近了，调整气息，调整气息，调整气息，哇，这里的空气太热了。谁吃大蒜了？不可能，白龙哥，我觉得你能不能一下呱就吸在他们身上？你这样，你挂他身上，挂成了脖子上，挂脖子上，挂脖子，挂脖子，你挂他的后背上，能不能？来来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一二四，兄弟团目前是当六个人全部站到柱子上，所以你们可以得八分。太厉害了，你们这次有压力了，挑一个最厉害的六位。不，你们找刚才上过的人，有经验的人。对。
赞多上，赞多上，对，然后张嘉元上。说实话，赞多肯定是得叭叭翻两圈一下，中间要360度。对，为什么我？你正常过去对你来说有点太简单了，鹞子翻身。对，没有这样的规则啊。好厉害，稳稳的。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新姿势。One, two, three, 呼。一、二。三四五，来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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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师，六个人封顶八分吗？家人也是八分还是？对，家人也是八分。来来来来，奶，快快快快快，跑！我过去肯定倒的。没事，我在玩什么？我们已经有分了。为什么泰国人会叫高星辰啊？他是艺名吗？他们好像都有中文名。OK， 来，我的手。倒了你以后就叫小六，啊！小六来了，二，可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五，可以，恭喜最后一局 Into One 可以得八分，恭喜！最终我们 Into One 队得分16分，棒很棒。接下来是林地晨最后一次挑战，我觉得我们下一个解锁什么造型呢？要不下一轮挑战一下你，不是你上去先趴那儿。你这底下那个人怎么办？不是，只要六个屁股就好了吧？就是放不下的，可以试一下。你不是你说的这个不可能，试试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然后了，没然后了。你骑他肩膀呀、啊？朋友们，不至于吧？啊！成哥也太厉害了吧！别往前走，抓我脚，抓我脚，抓我裤子，对，尝尝，哎，你给我稍挪一点。老沙子别来了，直接来白鹿吧。白鹿来。尝尝，别捏我胸啊！谁捏我胸啊？老沙还要来吗？来。厉害！哎，是不是该加2分造型分？心里给大家加100分。有5分。那最终主力团得分15分，恭喜我们Into One队获胜。耶 ！Yes。哎，失败了。我们还是觉得我们那一趴，刚才那一下才是华彩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两队在你们的安慕希 CD 架上，对那些赞颂青春的歌曲榜单进行第一次的排序。排序结束之后，我们会以亮灯的方式公布结果。因为在这一项任务当中 ，Into One 队获胜，所以你们可以获得一条线索。这条线索会告诉你们排名前5的歌曲中的一首，但不知道它的具体排名。那些花儿，先把那些花儿放进去。你放第四个，我觉得你放第四吧，第四或第5。这帮弟弟有听过几首这歌呀？都没听过呀？开玩笑的。
没事儿，你们的那个对我们没有参考意见，没事儿啊，只是看一眼看一眼。你好，很好很好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啊！看看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客气不用客气。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！对，好热哎。卖米当卡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十首歌，是节目组随机接采了200位20岁到40岁的贵阳市民，根据他们的投票选出了其中的10首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歌曲。好的。就咱们研究5个是吧？我觉得那再见挺好的。对，再见我觉得肯定也在。我们不考虑一下它排名吗？排名是纯懵。我觉得再见是最后一个，或者第二、第三都有可能。第二吧。哎呀，青春纪念册，我觉得肯定在，要不我们放第三个呢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是一人选一个呗。我喜欢青春纪念册。啊。但这应该可能放在第二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。我觉得他是第一。我也觉得，刚想说他是第一。光阴故事，光阴的故事放第一个了。念你好，嗯，就放第5个吧。我觉得肯定有这个。那些花儿，这个肯定不在前5。我觉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些花很火呀、啊！你们不能以自己的真实年龄来考虑问题。对啊，我就是把我化成调查的谜意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你们第一局排序的结果。C D 下面的灯，如果是绿色，表示位置正确；如果是红色，表示这一首歌曲不在排行榜的前5名；如果是黄色，代表它在前5名，但是不是正确的位置。请亮灯。来，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你们第一局排序的结果。请亮灯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在，就是不是前5名。但是这个对，位置也对的。啊，那些花肯定在这儿。不，也有可能是一的，也有可能是一的。我觉得那些花儿应该放第一，他给的信息是这个。请亮灯。哦，绿的，绿，就一个错。黄灯，大哥，这是黄灯。哪个是黄灯？这是绿啊。不是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很厉害？对不对，哥？这确实没什么炫耀的。如果这都是黄色的话，不是，那也证明至少我们80%都已经进了。嗯，这第一，我觉得是那些花，那些花应该是第一。我跟你说，牛奶咖啡很有可能，因为那个年代。反正牛奶咖啡是我那个年代的。这没有可能，你就算对了，你还有4个排列组合呢。目前两队都有了第一次的验证结果，今天一共有3次验证机会，最终歌曲榜单排名正确率更高的一队获胜。欢迎大家来到下午茶时间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现在约定俗成的一日三餐在古时候还没有成为日常。通常情况下，一天最多吃2餐，才能适应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劳作节奏。而在早晚2餐之间，他们需要补充各式各样的小点心来提升能量。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点心，但是你们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吃点心。点心时间，两位大人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吃到面前的点心。2分钟内，吃到饼干较少的人将被淘汰，由其他大人上场补位。吃到饼干更多的人将留在场上继续比赛。坚持到最后的大人将获得线索玉佩。拿到它，没问题。3-2呗。3-2，他俩还有机会上吗？当然啊。我能不能看吃的东西是啥呀？主要看想不想吃是吧？来上茶点。甜甜圈。哦，在这个面粉里头。是要放最中间是吧？对，这儿啊还在下面。哇塞，这么低，这么低啊！我有这么长的上半身吗？就你看，我才到这儿，盘子在那儿啊。不在这上面，在这个上面，大哥。好，在这个上面。使臣啊，请张若楠先出战吧。
行。然后由你来挑选一位你想挑战的成员。凯哥吧。嗯，他先挑厉害的，他只要赢了，他知道后边的对他的威胁就不够大了。他怎么知道他肯定赢呢？我也不讲啊。哎，哥，走你。哥，你不能这样。至于吗？一个玉佩。凯哥真的下不去。凯哥，咱要不那个咬一个起来？汤为什么这么坚固啊？给你好了，我有一个预备了。我错了，哥，还好吗？不好。但我觉得最好是刚才若男的头把凯哥的头摁下。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错了。我也不行，这玩意儿，我的腰下不去。崔瑞，哥，你先休息会儿。你上吧，你要输了我就不用上了。护目镜还是很好用的，得亏有它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他已经玩出经验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玩出经验了。再加两个就赢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中间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加油，这不错啊，中间的不错，加油，这是最佳效果，云瑞，就想要这个。太远了，最佳效果，云润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把碎的丢了就好了，碎的更难其实。哇，绝杀呀、啊、这个！服了，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。若男又赢了，给个机会。哎呀妈，太惨了。没有，我把你支起来，我把你支起来。谢谢啊，还给你支，还羞辱你。哎呦！哎呦！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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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不是腿伸出去会好一点？就刚刚我已经试过了，就是岔开腿。哦，侧着，但是腿不能伸直是吗？伸直就不算。那伸伸咱俩呗，要不然你可能都没机会上了。我都可以。可以。哇，好紧啊！用牙齿，用牙齿咬。可以，一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啥哥？这怎么够的？老沙，第一排总得叼一个吧？第一排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，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。
主要是肚子硌住了，开大胯。叼了起不来了，这不行，我都玩累了，我都躺下了，太远了。沙哥和饼干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的距离。沙哥，你还叼吗？自己把自己笑倒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比爬那个还累。我跟申哥比一下。哎，真的，这比爬那个还累。现在就是我俩谁赢了谁去是吗？对。来。他直接就奔中间去了。本来很想得到这个信息。对。这个玉佩。哎呦，周深呀！哎呦，周深，周深，神龙摆尾。周深要开始了。周深也，你们一个组的都不放过彼此，不放过彼此。但我觉得吃到对面的那一排是不可能的，不太可能。干嘛？干嘛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吃不到东西。行吧。我赢了，因为我是女生会软一点。不是一点。不止一点，我怎么都吃不到中间，你知足吧，第一排跟那是你的问题。恭喜张若楠赢得了一块线索玉佩，稍作休整之后你就可以到府邸大街上询问线索。我们先从女生开始吧。可以可以。好吧，这个多想刺大吗？你告诉我，今天这个我已经替你刺了。哎，我那碰到了。你腿往前上一点，腿往前上一点。哎呀，你能看我一眼吗？我想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不想这么拼。你现在说话都吐白眼儿。我告诉你，这饼干不是被吃着的，这饼干已经碎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凯奇的一个面具在这儿。我不想这么拼，这个只是个游戏。真的，你不是荆轲，没有人是荆轲了，我跟你讲。有多白呀、啊？非常白，就是跟墙是几乎是一个颜色。我向你学习，凯西姐。你学会了吗？咱们是一个呀。好，学会了。是不是一边都是四个呀？我三个。开始举五个。哎，凯西 ，OK 吗？因为你胜了，你要继续。把眼镜戴上。你脚步给我。我要再玩吗？那他呢？你们俩可以自己分配你们怎么出战。那等于说他俩其中一个人比两次就好了。对，我们最终是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行，可以。你知道努力是该怎么玩的吗？我知道了。拼了！那
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刚才晨晨吃到了三块，我吃了四个，有两个碎的我都舔出来了。哥，我吃了六个碎了俩。不，晨哥好多吃的都碎了。嗯嗯，你看啊，一二三四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。哎，你测 DNA， 肯定有。今天这猫必须得刺，要不然我太对不起我凯琪姐了。陈哥，要不我直接来，因为他本来他就有两次机会嘛，就等于我比下去一个人，对吧？现在决胜局了吗？对对，现在是决胜局。没事，我来吧，都得走这么一遭，来吧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只要从两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你再多讲一会儿，他俩就头就粘上了。这个剑已经在弦上了，现在。看清谁的，我真看不清。看不清是不是导演？那我们再来一次。也行，来个决赛吧，放一个得了。行 ，OK， 就他行吗？可以。离你近不近？等会儿手得备好啊，手连这儿都不能摸，行吧？不能摸的啊。怎么样？我要使阴的了啊！我跟你讲。那我使阳的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头一回上嘴唇嫌弃下嘴唇，现在我凯琪姐，对不起，你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看见了，恭喜洪明浩胜出。好，稍作休整之后，请你到府邸大街寻找馄饨张的老板来打探消息。馄饨张，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卖馄饨的啊，就那个。游戏一，请十二位成员站在起点。当听到开始指令，所有成员朝终点前进。当听到木头人的指令，成员需要立即停下，并摆出规定的动作。越早到达，分数越高。率先到达的前四组获胜。就是三二一木头人吧。嗯，木头人游戏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是同一组的两位成员都到达终点线之后才算成功。哦，来吧。稍微的离我远一点，我怕伤着你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服装要一直穿着吗？这有点影响行动。我们这个鱼，哎，你说这个有考虑过我们下车吗？程程都没说话。你要跑的话很累吧？我跑不了，我只能侧着走。第一轮请准备，请模仿大猩猩开始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作弊，他救我吗？你押韵哎。请模仿说唱歌手开始。木头人，和自己的搭档双人自拍。自己自己开始，自己三二一，木头人。呦，自拍。我在摆 pose。请揪住别人的一只耳朵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。
请挽起同性的手，开始。三二一，不等人。完了，你俩完了。我在不在呀？我过线了。没过线。哎，周深要动了啊！周深。哎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回来吧，正好跟白鹿一块儿。那也是程程的马腿先动了，我才掉下来的。我没有啊，那你俩一块儿回去。你俩一起吧。那你们俩一起吧。嗯 ，OK。你何必害人害己呢？请于一名异性摆出字母 A 的造型，开始。走。三二一，不动人。你们这是字母 A 吗？你看这样和一横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尖儿。木头人，这怎么？我比了，大哥，这不把我扒到一边去了？请做出游泳的姿势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白鹿，你这是要拿下谁呀、啊？这是。王毅回到起点。哎，这不是游泳吗？这后边是啊，蛙泳吗？蛙泳的起步动作。但程程，你这是马步。这回去吧，得。范丞丞回去。OK， 今天鱼马大战，我跟你讲。请摆出背对背拥抱。王毅，我劝你选范丞丞。开始。三哥，三哥，不等人。鱼没有人了，你应该往回走。请做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，开始。快跑！快跑！三二一，不等人。还有两只脚没着地。摆出自拍的动作，开始。三。二一，木头人，恭喜过线的队伍，你们每一组可以获得不同的分数。关键的时刻，对手也是朋友，是的，来，赶紧啊！来，第二轮，请准备，请露出可爱的表情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先生别动，等会儿，伟丽姐这算可爱的表情吗？很可爱啊。请进行伸展运动，开始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？你自己上难度了。请做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动作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沙哥，哎 ，OK，OK， 没事。请进行双人比心，开始。木头人。竹子，你不管我的死活呀！竹子，我的玉兔抛弃了我。竹子，太好了，你等我了一步。请模仿接下来马天宇会做的动作。啊、马天宇，马天宇，二一，马天宇在哪儿呢？我都看不见他。沙哥看不到啊。美丽，不对，人家那手是合着的，你张开了。这个咸鱼在捣乱。不是，你看他俩的手是立着的。真摔他，摔他。请搭住一名同性的肩膀，开始。同性，同性。有人。同性。美丽姐跟一只箭一样了。很快呀。你那个伸展动作要展示两处吗？这是拉伸动作。一夜没人包。哎呀，请模仿接下来沙哥会做的动作。
开始。不等人，不等人。你这是什么动作？你能不能守一点余德？请做出平板支撑，开始。不等人。又拉伸。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？伟丽姐跟一只箭一样飞起来，快呀！哇塞，伟丽，你这个飞铲，不是我好滑，你知道吗？恭喜第二轮过线的队伍，你们每一组可以获得不同的分数。晨歌组两轮相加得分最高，所以在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，你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一票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寻找这个环节的有缘人。你感觉是不是穿鞋走不动？能走动啊。是吗？哇哇，爽吗？这感觉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儿好深啊。哇，还没开始。这么快就泥潭大战了？来吧来吧来吧，你就对付那个人参娃娃，我对付橙子，我对付沙哥，我必杀他。等一会儿先会为大家播放音乐，跟着音乐在泥潭中跳舞，请出歌。是不是这儿有个麦人呢？在我后边干啥来了？干什么来了？哥，你要这样的话，说，现在是跳舞时间啊！啊，还没有上去。真蛮力，没有智商。OK， 我知道怎么玩这游戏。OK， 开始吧，真正的开始，咱干试吧。试一把。我别这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不行！已经开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个。聊天。这是玩真的还是认真的？好，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。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，太丑了！周星为什么要吐舌头啊？因为我要掉下去了。给后期给我修修图行吗？孙珍妮没露出来啊？对，孙珍妮怎么不算？五官没有露全，得把五官露出来是吧？五官。周深的一只脚已经离地了，所以也算你在台子上。不是，他的脚碰不到地，他不够长。不够长。这不够长就优势怎么了？这一轮你们抽到的幸运星分别是谁？耶。是否有根反常的？
所以这一局胜出的是盆哥、白鹿、baby、大勋和周深，你们都站在了台子上，且五官都被成功拍到。来到美翠色舞的场合，不是你，你们能给我俩端弄一卡特？你看他在那干啥？这叫坏老头。请两队抽取幸运星，来抽一个。我抽一个，我抽一个。抽。我们就都尽力吧，就不说了啊。好，又啊，你刚才做的非常好。对啊，咱们整体战术就是成功了。但我得赌，我也不知道谁是幸运。不用赌，你只要能把他弄下去就行，因为他上来还得推别人。对，或者是。但这次我不一定一个人能糊弄过他了。他现在你看，他现在已经来了，绝对的泥鳅。他现在已经开始暴走了。啊。他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，他把自己裹成了叫花鸡。来吧，再跳是爱情如烈火，心在手不狂的人是我。滑倒了，滑倒了，哎哎哎，摔跤了是吧？摔跤了是吧？你们不要再摔跤！谁来？看镜头，看镜头。谁干的？大哥，是你吗？我让你变成李妮，春妮你是？我要变春妮了吗？你要变春妮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太绝了，大家都往人家脸上糊泥吧。你不觉得这泥敷到脸上，脸上就紧致了吗？我现在全身都很紧，我现在很紧致。我现在头发后面，我头最紧，头皮有点紧。看我这一块，我这硬，一块死泥。程程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给你头发好好抓抓。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。哎，我还在，哎，我在吗？你在下面。我算吗？只有 baby 吗？只有我，只有 baby 站在了台子上，且露出了五官。哇，哇塞 ，baby 姐，你细看我都没找着她在哪。我也没找着我在哪，但是我在。好有史诗感啊，为什么？所以 baby 是幸运星吗？是。恭喜蓝队得了两分。哇，你是啊？我是啊。你不是吗？我不是。接下来进行第三轮，你抽吧，孙珍妮，请抽取幸运星，抽签去。哎，你来这床上直舒服，你泡吧。这不是两个沙雕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这哦哦，哇，这都湿了后面了。
我还是不说了啊，自己自身一发挥啊，大家。好。好。小李老师。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舞蹈啊，大家恢复一下记忆。投篮那个吗？对。那我们要好好跳。请出歌。忘了。我忘了，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我也忘了。他这个好吗？再来十轮，再来十轮。今天不胖死不行。行，给我胖富了为止。我不要人参了，求求你们，我不要人参了，我自己去种。我再也不劳而获，不劳而获了。不是，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、啊？因为你已经没有头发了。这都是你。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。哎，我五官还在。我在，我在。感觉范丞丞只有个头哎。你看我。但是我要说，我蒙住陈哥的嘴，最后他用舌头舔开。你太拼了。我们比较明确的是，大勋、施博宇、周深、沙哥在台子上且露出了五官。Baby 在台子上吗？我最后是跳起来的，我抓着我前面的人。悬空的，对。Baby 五官露出，我呢？你根本就没在台子上，我这样呢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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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他背后。没有没有，这个高度显然不对。怎么我是？你看我有人多使劲揪我的头发，我那高度能对吗？谁揪你头发了？那个手是谁的？黑手，幕后黑手。那只手感觉很诡异啊。目前为止，蓝队暂时领先。还有几局，还有几局啊！再有几局可能就看不见我们了。还有一些局，还有一些局。请大家抽取幸运星。不是，现在我都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，我就把谁都往下推。现在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，我就把谁都往下推。现在。走开！你干嘛去？哦，你去那边。我以为你们看不出来我。你得从下面潜过来。怎么就手气这么好？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啊，走开！哦，啊，你刚试的炼丹炉里刚出来吧？啊，我那我要改变一下战术。我们现在尽量把人往下拉。对，你就把他们拉下去。那你得这么着。可以啊。那我们呢？请出歌。
请出歌。白鹿怎么过来的？你往哪溜达呀？你溜达什么？跟着我绕圈圈的，绝对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中间这个。白子，绝对不是中间这个。白子，好像啊！师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他你腿差点没给掰折了。这就是我向往的跑男吗？多有意思啊！你刚刚干啥了呀？你刚刚干啥了？我这有没有人拍上？你刚刚干啥来了？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。范丞丞，范丞丞在上面呢，他不在上面，不在上面。我腿在那个错位图，屁股是我，这是错位图，这真是我，这是我的屁股，这我的，看丞丞的屁股，我的，这像沙哥的，这是不是你的屁股？这是我的屁股，沙哥的，是我的屁股，这是我的，现在大家抢屁股。我牙真白啊！这一轮没有成员胜出。我现在是不是只有五官在外面？没有了，啥没有？没有，你只有眼睛在外面，牙跟眼睛在外面。魏大勋眼睛已经合上了。魏大勋眼睛都合上了。我歇会儿。现在其实分不太出来魏大勋和晨晨，你们俩很像。不是，我给你照照镜，弄成中分，给大勋弄成中分。我不分。很好看，好看。哇。兵马俑，我没想到跑男最先用了两个 AI。都来吧，晨晨。No， 你别藏着掖着了。不要！无力反抗了，周深。他们真的好好笑。OK， 现在咱们仨能合照。OK， 咱们仨要露牙啊，露牙笑。这些改名叫动物世界得了，这样有那个海报那个是吗？不是鳄鱼，你是鳄鱼，好像好适合。你帮我猜什么动物？好像一群妖怪。你们留在这儿吧，真的。接下来是最后一局，请两队先抽取幸运星。能换一个吗？为什么我每次就都出了他，他每次都出动物？等一下，不对，不是他抽。你想干嘛？看不清我，看不清是哪一队了。
请大家加油了，最后一局。妖魔鬼怪就位，把他们全部拉下马。对，我们要的战术就是谁也别好过。我要上台。上台。我的秘诀就是扒拉着成哥，这把谁也别想上台。最后一轮，请出哥。演漫威的都没问题。你是希瑞的那匹战马吗？来来来，多来两个，炸死他们！也是。你是哪个奥特曼吗？当年爸爸的肉吗？小孩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？为大家公布一下最后一轮拍照。范丞丞，范丞丞是你，范丞丞，你差点让我吃了。魏大勋吗？复刻一下。周深，你还拿脚拐着？周深，这小姿势拿得还不错。好像是真的没人注意到他，他太小了。那我现在这样，我能注意到他吗？这迷他的每一张都很有幸福感。所以这一轮成功的成员是施博宇、周深、晨哥、程程和孙珍妮，恭喜各位！最终恭喜蓝队胜出。蓝队已经累计了十颗人参，粉队五颗人参。你们吃的都流鼻血。哎呀，这环境不错呀。来吧，粉队。这啥意思？我们是蓝队。各位成员，作为两家餐饮店的骨干员工，准确快速地记下顾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任务，来考验大家的速记能力。速记，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画画自己猜。每队各派出一人，将导演说的词按顺序画在数字格里。画画结束后，导演报数字。25号的答案是。范丞丞，率先猜出该数字对应内容的队伍积一分。鸡爪。对战结束后，计算每队总积分。
会不会有的菜说出来我不认识？如果出现了，不咋画。你就是他说出来一个词儿，你以自己能记的方式去画。对，他不一定像，但是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就行。啊，我去吧，去吧。我的脖子。这，我先来吗？我们团队最优秀的坐飞机都算数的人。这个、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飞机上被九九乘法表，我来。儿哥，你害怕了？我这个，我一会儿去吃点记忆胶囊。第一轮比拼正式开始。一号镜子，二号猫咪，三号灯塔，四号瑜伽，五号针管，六号帆船。七号冰雹，八号电脑，九号斑马，十一号辣白菜，十二号钢笔，十三泡菜，十四米肠，十五开关，十六轮滑鞋，十七毛笔，十八灯笼，十九电饭锅，二十熊猫，二一外星人，二二蜻蜓，二三签字笔，二四鸡爪，二五出租车，二六大米，二七铃铛，二八火焰，二九羊驼，三十汉堡。时间到。两个人画完都沉默了。 Baby 大概有二十个画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持有以后就是雷同，都是脸盘子是吗？我孙珍妮画的很清楚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出题目，请问六号的答案是帆船，正确。请问十七号的答案是毛笔，正确。OK， 请问十五号的答案是开关，正确。嗯，请问二十四号的答案是鸡爪，正确。请问十九号答案是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十九号。三二一，请孙珍妮回答。电饭煲，正确。哦，对，确实是。请问四号的答案是不激动。四号是，这是蜻蜓吗？错误。瑜伽，正确。哦，格局要打开，格局要打开。我看一下你画的瑜伽，它确实像瑜伽。你画了个啥？二十五号的答案是出租车。错误。嗯，哥，你这干哈？你在这告诉人二十五是出租车。Baby， 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呀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，是出租车，是啊，是出租车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，是出租车，是的，是是的啊，是的，我们这样把序号改一下。我也想说出租车。晨哥刚才都质疑自己了，我说我差点要吃药了，我说我要排本了都，排本，二十五号出租车正确。请问十一号的答案是出事了，出事儿了。我真不知道。出事儿了。这个是辣白菜，正确。你画的这是辣白菜？我不会画。请问十三号的答案是泡菜，正确。好，
最后一题啊，请问29号的答案是？羊驼，羊驼，羊驼，正确。哦，第一局粉队暂时领先。哦，你也很棒啊！哇，谢谢。虾哥打样吧，虾哥不打样，我就寸步难行了。虾哥，我留到后边收礼，收礼，不是收底，收礼。我来吧，加油加油，来吧，你来，我最后。你俩又正面交锋了。我是画也画不出来，抢也抢，抢不上路。我也是，但你俩一样。我这个画画这一趴，我就要跟你证明，我们俩的 IQ 绝不是在一个层面的。立 flag 了是吗？请听题：一号冬瓜，二号跳舞，三号土豆。基本上这个想象的画面都是以圆为主。四号鸭头，五号零蔗糖酸奶，六号纸巾。七号高丽参，七号高丽参，八号延吉打糕，九号南瓜，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十三企鹅，十四油条。十五篮筐，十六棒棒糖，十七哪吒，已经放弃了。十八范丞丞，十九荡秋千，二十相貌舞。什么什么相貌舞？那个转的甩头的那个。哦，相貌舞。二十一闹钟，二十二刮风。二十三打喷嚏，二十四草莓，二十五魏大勋，二十六马桶，二十七电风扇，二十八灭火器，二十九超市，三十哑铃，时间到。这是消消乐吗？大胆用方和圆，经常是几样东西同一个表达方式。这是些啥？但咱们赶快就回答问题吧。这游戏主要比的是记忆力，来吧。请听题，请问18号的答案是？范丞丞。范丞丞。请问。26号的答案是，26号二马桶。请问，17号的答案是哪吒？正确。这哪吒你咋认的？请问，25号答案是魏大勋。请问，4号答案是鸭头。23号答案是。哎呀，慢呀慢。你说，你说，23号还空呢，你说23号，你说，打喷嚏，正确，有场外告诉我，14号答案是。油条要怎么画呀？15号答案是篮筐，正确。请问11号答案是？我这十和十二、十一、十二都是差不多的一种。这个十一十，我想知道一下十、十一、十二东西差不多吗？10号通讯录，11号垃圾桶，12茶叶。哎呀，水桶，水桶，水桶，错误。
垃圾桶。垃圾桶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茶叶。十号答案是通讯录。正确。陈总画画很厉害。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请问八号的答案是？程程，程程先抢答，你说吧。你就往这看，你能看出啥来吗？我问你，俩人都空的是吧？真行啊，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？行，真棒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二十八号的答案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说，你先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我知道。你说，你说，我听听。灭火器，灭火器，正确。太厉害。好，这一题封神了。输了，咱们他们答得多。你俩上。陆白，陆白神州，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？哇塞，白多。你以后叫陆白吧，你以后叫神州。他俩三对，我画画剧来，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紧张。不会。请听题：一号腰带，二号音响，三号黑板，四号茶叶蛋。五号电热毯，六号美人鱼，七号冰糖葫芦，八号开心果，八号开心果，九号报纸，十号三弹印月，十一号鹰钩鼻，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一号鹰钩鼻。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三面粉，面粉，十四流口水，十五弹簧，十六豆腐脑，十七黑丝袜，十八向日葵，十九胡椒粉，二十牛郎织女，二十牛郎织女。二十一小笼包，二十二桌球，二十三黑芝麻，二十四红领巾，二十五花菜，二十六猫头鹰，二十七火烧眉毛。太难了这。二十八围裙，二十九故宫，三十蒲公英。时间到，停笔。这就是这样。哎，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？老师他老师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。这他俩这局巅峰对决，不提示啊！请听题，请问十一号答案是？周深，鹰钩鼻。耶、yeah, ，坐下，坐下，都给我坐下。那个眼睛最小那个，别搁那站着。请问十三号答案是？面粉。哎，周深先。面粉。我先按的。周深是周深先亮的，周深先亮的，确实是周深。请问二十六号答案是？猫头鹰。哎。周深，猫头鹰。请问，好，我们的，
你先说吧，说吧。白露生气了，你说吧，生气了，赶紧的，你说吧，赶紧。你说。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说。请问，28号答案是？哎，不能提示啊，不能提示。哎，不能提示啊，不能提示。回去。正确。14号答案是？流口水。正确。Nice。10号答案是？三。哦，三。弹音乐。正确。请问29号。故宫。正确。Nice。这都能看出来？请问12号答案是？周深。大眼瞪小眼。正确。巅峰对决。请问27号答案是？周深。火烧眉毛。请问17号答案是？白鹿。你猜吧。不急，咱有的是时间分析。有的是。这应该是个音符。3、2、1，请作答。嘿，苏啊。正确。耶。傻了吧？咱俩仨脑子凑不出来一题。请问，16号答案是周深。这是电磁炉吗？你烦人。3、2、1，汤。错误。豆腐脑。这都看出来？太厉害。最后一题啊。8号答案是。开心果。开心果。哎，白鹿跟周深打平，分别得了6分。蓝队暂时领先。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来。你们4个一起上，对付我们5个。你不去，你快点的。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啊。请听题。叔叔加油。叔叔加油。1号刮胡刀。2号击飞弹打。哥，快点。3号眼镜。4号怀孕。5号玩偶。6号蟑螂。哎呀，好像啊。7号肥肠。8号鸡蛋。9号蛋糕。9号蛋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蟑螂。卷饼。小狗。高跟鞋。脸谱。梨。沙溢。哎。孙悟空。孙悟空是方的吗？龙。沙哥好像龙。29烤串。30柚子。啊，柚子。这是3、2、1。柚子是啥呀？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知道是啥。柚子是柚子，没吃过是吧？啊，主要靠抢，你主要抢。你我告诉你答案，你听我的。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。我也知道。请问15号。高跟鞋。正确。请问2号答案是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你别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别说。3，我弹葫芦。2、1，错误。鸡飞蛋打。正确。哦。这就这么一个，你看看，他就明白。请问4号答案是？怀孕。正确。你这个话最好。18号答案是？
梨子，水梨，正确。12号答案是柠檬，正确。请问10号答案是？我的回好快啊！还慢了吗？卷饼，正确。耶、yeah ，继续啊。请问，请问，怎么搞了？你回答吧。你说，你说，说，抱歉。请问7号答案是？肥肠，肥肠，正确。7号肥肠，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？就是一个肥。我看懂了。请问8号答案是？土豆，不是，鸡蛋，正确。呀呀！哦。25号答案是沙哥。孙悟空，正确。28号答案是白鹿，啊，沙哥。白鹿是替我拍的，我手跟不上。我们这儿有拍，有替拍，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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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站，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站。28号答案是龙，拍替，拍龙。正确，最后一题，请问，开，16号答案是洋娃娃，正确，输了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就坐那儿，虽败犹荣。这干嘛呀？这是？怎么这么大的道具哟？这啥？这荡吗？荡秋千。妈呀，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？妈呀！我去！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。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。哦。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。嗯。对，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晚出发1期，漂亮！你是他们队的吧？